各位早晨，我系赖君瑞。评级机构穆迪下调香港评级展望到负面，特区政府话唔认同调低评级展望嘅原因，部分指责亦都不公，相信本港优势将来会保持到。评级机构穆迪话，基于港府债务低、财政储备具规模同埋拥有庞大嘅外汇储备，将香港信用评级维持喺 AA3。估计财政赤字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会由2022年的6.6%降到今年的4%。不过印花税的收入以至卖地收入仍然疲弱。至于评级展望就由稳定下调到负面。穆迪解释是基于香港和内地之间有紧密的政治、制度、经济和金融联系。中国的评级展望日前同样被下调去到负面。穆迪又话，随住港区国安法实施、选举制度改变，预料香港政治体制同埋经济决策嘅自主权将会逐步受到侵蚀。特区政府回应话，唔认同穆迪调低评级展望嘅原因，话内地系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嘅重要动力，本港同内地不断深化联系，先至系本港长远发展嘅优势。又说对方部分的指责不公，强调国安法终止严重暴力事件，境外企业的数目维持大概9000间的稳定水平，香港银行体系存款总额较国安法实施前大概增加10%，完善选举制度确保本港稳定，相信本港优势将来亦都能够保持。有经济学者说，信用评级主要是反映一个政府的还债能力，影响它发债集资。他认为今次穆迪维持本港现时的评级，只是下调展望，影响不大。咁香港政府其实全世界咁多政府之中咧，算是最有钱，算是最有盈余噶啦。好多地方政府啊，或者国家都冇财政储备嘅。佢个理由就有啲都带政治成分嘅，即系我哋有啲国安法啊，咁其实呢啲就未必同即系你还唔还到债嘅能力有关系噶嘛。啊，咁所以我觉得就有少少偏颇咗啦。至于展望下调是否意味着未来的评级最终会下降，庄太亮就说按以往纪录存在变数。无线电视记者陈嘉欣报道。政府说会检讨已经有19年历史的幻彩荣香江，期望明年订立方案。每晚8点维港夜空都会上演历时大约10分钟的幻彩荣香江，音乐再配以40多栋大厦发射出的激光，市民一般可能习以为常，但对游客来说可能别有一番风味。这个表演2004年开始有，6年前更新加入香港管弦乐团中西乐器合奏的音乐，并增加放激光的大厦数目。至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回复立法会议员书面质询的时候透露，正是检讨幻彩荣香江，期望明年有方案，未有透露细节。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认为应该设有不同主题和定期更新，即令到它不只是说靠灯光的效果去可以令到你即有个视觉的效果那么简单，其实可以增加啲故事嘅內容性、主題性，嗰、那個創意嘅方面咧，要不斷有啲推陳出新咯，就唔好話即係10几20年先更新一次。我覺得呢個就係、是、即係會同大家嗰個需求啊、嗰、那個口味啊、嗰個期望咧，就會有個落差咯。佢都建議上演時間可以延後，例如係夜晚9点，方便市民同遊客晚飯後可以觀賞。無線電視記者鄧傑瑩報道。施政報告提出成立國家發展和成就專館，政府初步選址現有尖沙咀科學館，而科學館就會搬到去沙田文化博物館並且重建。有立法會議員認為對本地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影響小。一代巨星李小龍的武藝人生，再到金庸筆下英雄俠義的英姿，相關展品現在全部設在沙田文化博物館，但將來就不會在這裡，因為它將會拆卸重建成為新的科學館，面積亦都會較現在大。原因是原有的科學館連同歷史文化博物館和正在擴建的部分將會成為國家發展和成就專館。專館是施政報告提出設立，初步內容涵蓋列強侵華和奮戰經歷、中國共產黨發展等等，亦都敘述國家近年成就，包括航天、經濟發展，亦都有國家安全。当局会寻求同内地博物馆合作，又会参考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嘅内容。
至于筲箕湾海防博物馆就改名为抗战及海防博物馆，重点介绍抗战历史等等。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郑荣信认同政府话，国家发展和成就专馆选址尖沙咀，方便市民同游客。可以配合咧香港歷史博物館嘅發展嘅，即係其實咧我哋有兩個館係擺埋一齊咧，其實對於我哋了解整體呢個國家嘅發展，以到我哋香港嘅發展咧，大家嘅相互嘅關係啊，嗰、那個嘅情況咧都係有幫助咯。不過文化博物館將來唔再存在，原有嘅藏品將會喺其他博物館整合同重置。鄭明信認為過渡期有方法應對，對本地文化嘅保護同埋傳承影響少。譬如北九龙裁判处咁样，咁譬如北九龙裁判都唔细噶嘛，咁呢啲地呢啲历史建筑物都可以用嚟做一啲展馆嘅。譬如日后可能收翻石硖尾工厂大厦，咁亦都可以用嚟做展馆嘅，即系未必一定要话一定要一个新嘅展馆啊，将所有嘢摆晒落去嘅。不过佢认为长远都系尽早设立流行文化馆，以专馆形式汇聚藏品展出。无线电视记者陈金报道。內地今年上半年入境的外國旅客不夠500,000人次，比起疫情前同期少了大約90%。官媒發文說，中國的旅遊環境無論在預約景點或者入住酒店，對外國旅客來說都是不友善，認為政府要介入解決。內地今個月開始試行擴大單方面免簽證國家範圍，涵蓋法國、德國、義大利等6個國家，希望吸引更加多的外國旅客到中國旅遊。根據文化和旅遊部統計，上半年全國旅行社接待477,000人次入境旅客，較2019年上半年由856,000人次有極大差距。由國務院主辦的《經濟日報》發文，指出中國的旅遊環境不便利外國旅客，包括景點門票要提前預約，說入境遊旅行團旅行社通常在一年前就確定行程，但是現在內地景區通常在三日到一個星期之前才開始預約，這樣有可能出現因為搶不到門票沒辦法前往景點，引致有旅行社擔心違約，在推出中國旅行團時會慎重考慮。報道又說，不少五星級酒店能夠用英語溝通的職員在新冠疫情期間轉行，而酒店原本有提供的兌換外幣等服務在近年已經取消。游学者说，近年内地旅游市场出现剧烈变化，国内旅游需求爆发，导致酒店倾向接待灵活度更高的本地旅客。报道引述学者认为，中国互联网发展迅速，行动支付、网络订票等为本地人带来很多的便利，但对外国旅客就带来不便。又说目前入境游市场有很多问题没办法靠企业自身解决，需要政府出手引导，从外国旅客角度出发，逐一找出令旅客感到不便的地方，并寻找务实解决方案。无线电视记者曹嘉荣报道。信报社评，评级机构穆迪在星期二下调中国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降至负面。中国财政部回应说，对穆迪的举动感到失望，其担忧没有必要。不船总，穆迪又将香港的信用评级展望降至负面，同遭降级的还有澳门。中港澳构成真正核心意义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点无需否定，而且应该欣然接受现实。只要认清时势变迁，从而合力奋发图强，中港澳必定有机会携手克服眼前的挑战。明报社评，香港经济复苏不似预期，社会悲观情绪弥漫，网上一句金融中心遗址都足以掀起广泛回响。昨日评级机构穆迪将香港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预料又会引发新一轮议论。香港同内地经济扣连日益紧密，内地增长放缓，香港必受牵连。但放眼中长线，内地高质量发展有成，亦都必然惠及香港。近年西方对香港的观感转差，穆迪下调本港评级展望，部分理据都反映了相关情况。特区政府要说好香港故事，必须让国际社会看到香港多元开放未变。
欢迎收看《中华掠影》。越来越多香港人北上养老，深圳有机构更加迎来港人预订和入住的小高峰，一起看看。深圳宝安区这间安老机构，长者在工作人员带领下做健康操。这对年过九十的老夫老妻，之前在香港生活二十几年，三个月前来到这里养老。主要是早上起来散散步和集体操啊，下午出去走一走啊，台下电视啊，比香港住的地方大，比较繁华，这心情就开朗一点。这里人来自五湖四海啊，相处的都好好哦。另外这个走廊呢都有扶手，我有些时候忘记带拐杖了，挪到扶手就可以走，好安全呢。好有爱心对老人家呢，真系好似好好锡，即系住咗喺呢度咧，即系又比较放心啲啦，食啊、着啊嗰啲用啊嗰啲，样样都系平，交通好方便，即系唔需要自己用私家车都得，就系一出嚟搭的士就得噶啦，都好方便。82岁的汤阿姨同样在香港生活超过20年，半年前入住这里。这点的环境也不错，还有这点的设备呢，很适合我们老年人。虽然我回时间不长，但是大家我觉得这是个大家庭似的。深圳好像要比香港有些便宜，因为我在这个香港住了很长时间，请保姆也比较贵，所以就到这儿来。无论电梯内的软垫地板、铜灯、淋浴间等设备，都是为长者度身订造。中心现时有九十几位长者入住，近十人来自香港。无线电视记者郑希年报道。江苏年进出口总额是全国第二，当地外贸第一大港太仓港航运繁忙，引航员的工作就更加显得重要。在江苏太仓港，几千架新能源车整齐排练，逐一驶上大型滚装船前往比利时港口。由于长江下游航运繁忙，水域情况复杂，同时作为国家主权的体现，外轮进出长江必须由长江引航员引航。引航员登上这一艘大型滚装船。Hello, Mr. Pilot, welcome on board. Good morning, Captain. Good morning. Nice to meet you. Welcome to China. Thank you. 开启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指导船长下达指令。11,000. 125. 巴士的跳板是在右边的，它必须要右边靠泊。右边靠泊的话，有的时候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很多潮水的问题，比平时的靠泊的时候，难度要大一点。所以说，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控制好了这个潮水，尽量就是说，我们是顺水进来，然后掉头顶水靠。新兴产业兴起，当地今年头九个月出口的电动车、太阳能电池和锂电池达到1542亿人民币，按年增长18%。以前的话，基本都是进口化工啊、矿石啊，现在的话，风电，特别是新能源的，现在的新能源车子出口发展很快。装载新能源的船舶的话，就是现在我们所建的，就是后面所建的管装船。那滚装船的话，现在一船难求。单单是这一艘大型滚装船，已经装载4479架车，全部都是新能源车辆。无线电视记者黄永琪报道。广西柳州画院近日展出多幅新瓷画，结合中国传统瓷板画和现代绘画元素，在白瓷上面呈现中国画、水彩画和油画等的画种，一起看看。展出的新瓷画有些具油画特点，利用新颜料不同熔点的特性烧制出多样纹理，又有用国画的手法将山水意境展现在白瓷上。
这个瓷板画呢，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到的。我们中国的传统绘画呢，在色彩上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的。瓷板画呢，它结合了西方的一些油画的色彩，以及这个水彩画的色彩，画面的构成它要有新的一种探索和创造。呢啲都系出自艺术家谭光宁之手。佢多年前因为未有好好保存一幅外作，以致破裂，所以一直探索可以长期保存画作嘅方式。直至七年前发现瓷板画，瓷板画以白瓷为画纸，透过手绘、上釉，再经高温烧制而成嘅平面陶瓷工艺品。谭光宁曾经用五年时间研究，结合西方油画、水彩画等技巧，创作新式瓷板画。那个传统的中国画呢，可能以前都是以山水画鸟、人物走兽啊这个来表达的。我是喜欢就是中西融合，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很多传统的东西要是和西方的理念要融合在一起，那会更好。再加上现在的科学技术发展之后呢，那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研发出更适合我们画国画的，或者说是其他画种的那个瓷画作品。华院就话，中西艺术文化互相包容，但系创作过程中仍然要留住本土文化嘅内涵。无线电视记者李泽浩报道。呢一节中华略影报道完。港股琴日彈一彈之後咧，今朝早都係稍為咧又要低開翻啊。不過睇外圍先啦，因為琴晚美股嚟講咧反覆下跌啊。本來咧早段咧就睇住個喂就業數據唔係咁好喎，咁啊市場就進一步炒減息啦。咁啊美國債息咧落到四厘一水平，講緊十年期咁樣繼續炒減息。不過後尾咧個市咧就回翻嘅，譬如道指同埋標普咧都係連跌第二日噶啦。咁啊特別咧個道指咧見到就去到即係70点嘅跌幅，其實跌得唔係好多嘅，不過咧就貼近咧低位收市。咁啊納指咧就跌到兩個幾星期低位，港股咧，提到啦，琴日叫反彈之後咧，今朝早係低開86点，最新跌幅稍微擴大啦，最新16349，咁跌緊咧113点嘅，咁大家留意住咧，就係16228啦，就日前咧個低位啊，就唔穿咧都未創今年低位嘅，咁暫時都係稍微偏軟咁解嘅啫，咁最新就跌咗100多点，成交36亿幾嘅。睇埋個期貨咧都有啟示嘅，咁啊現貨就16340啦，咁最新個現貨即月份16373，咁啊稍為高水，雖然跌嚇，但係稍為高水嘅，咁啊總成交咧去到5900几张。咁啊，活躍港股同大家報報咯。咁啊，美圖咧就排第一位，好罕有啊。咁啊，股價跌成4%，3.72。陣間補充消息啦。阿里巴巴跌0.5，跌幅挨近1%。重磅股納內麻麻啫。友邦咧跌0.45，62.75。騰訊308.6咧跌咗3蚊，咁啊跌幅都挨近1%。雖然呢三隻唔係跌得多啊，但係全部偏軟咧，大家知道啦嚇。重磅股佢哋都係壓住指數。比亞迪股份咁啊，琴日有升啦，今朝早都係靠穩嘅，開市冇耐升緊0.4。咪睇睇六至十位啦，咁啊包括咧只美團啦，咁啊跌1.3%，美團都係重磅股，跌幅仲超過1%，網易回2%，161.9嘅，咁啊藥明生物跌0.5%，又去翻30蚊邊，聯想琴日急彈啦，咁啊股價今朝早咧又回翻超過1%，做緊9.6，咁啊港交所咧咁啊近排低位都係即係琴日都係整固緊咁解嘅啫，係嘛？插咗兩日之後，琴日整固，今朝早又跌啦，咁啊殺跌緊3蚊，咁啊最新跌幅又超過1%。睇睇恒生科技指數啦，咁啊反映整體新經濟股表現啦，最新跌緊38点。我哋睇下汽車股啦，咁汽車股琴日咧就反彈啦，獲得多間大行唱好嘅比亞迪咧，更加係升成2%。咁今朝早咧就提到都係靠穩咁解嘅啫嚇，咁都好嘅，係咪個市跌啊嘛，係嘛，咁都叫做一升。咁其他新能源股當中咧，乜派咗季績嘅蔚來咧，琴日升成4%，今朝早仲有啲力水，咁最新升幅咧有3%嘅。咁蔚來咧喺美股咧其實都升成4%，可能都跟翻美股走勢咁解啦。咁小鵬咧就都有3%進帳喺外圍，咁股價咧。
嚟到呢度咧就都升到2.5毫，自己靠穩嚇。咁啊就睇翻咧吉利汽車咧旗下嘅極客咧，咁之前咪曾經傳出啊，喂暫停喺紐約交易所上市嘅程序啊嘛。咁但係最新有消息話咧，極客正係研究明年2月喺美國招股上市嘅可能性咁樣。咁啊對吉利有冇刺激咧？咁樣暫時都冇乜啦。咁最新咧股價跌緊5%嘅。嗱睇埋只長城汽車啦。咁根據聯交所資料顯示，長汽喺12月1日咧係獲得摩根大通咧係增持超過900万股嘅，咁涉及資金咧就1亿元。咁摩通揸住长气嘅持仓，由原本6.98%上升去到7.38%嘅。咁啊，长城股价咧暂时都系靠稳嘅啫吓。咁啊，当然摩通增持咧，唔知系代客定系佢自己啦，要再查一下。好啦，咁啊睇啲油股啦，油股都系焦点啊。事关个油价，大家知道啦，喂，近排都好弱势。咁啊，纽约期油咧跌穿咗咧$70，咁啊同伦敦期油一样咧，系见咗今年6月以嚟嘅低位嘅。咁啊，三桶油表现咧，喂，全部都一齐跟个油价跌。咁啊，跌幅比较大嘅，有只中海油加埋只中石油咧，咁啊跌幅都超过2%。其中中海油咧做紧12.54。咁啊，有啲人話喂，點解油價跌啊？都係歸咎於咧嚇穆迪啊調低咗咧中國嗰個評級展望啊。咁啊，背後原因因為擔心乜嘢咧？個內地經濟增長情況啊嘛。咁啊，內地經濟如果唔好嘅話，大家會諗啦，喂，對原油需求有冇影響咧？咁當然要留意翻中方就回應咗啦，話仍然睇好經濟嘅前景。咁啊，呢三桶油咧，我哋遲啲再同大家跟進啊。總之暫時都係偏軟啦。嗱，金礦股咧都要睇，事關金價連跌2日之後咧，琴晚回升翻啊嘛，咁啊市場都要睇數據嘅，咁啊因為個經濟強弱啊，炒唔炒減息咧都對金價有啟示。睇乜嘢咧？美國稍後就會公布咧就業數據啊嚇，咁啊就睇清楚到咧就係美國個利率走勢都係重大啟示啦。金礦股咧就暫時都係偏軟為主，係嘛？咁啊包括紫金、招金、山東黃金咧都係要下跌嘅。好啦，咁啊呢個時間咧，啲商品咧諗諗下，咦都要睇埋喎，金股就有啲金屬類股份噶嘛，係咪啊？因為油價下跌咧，都拖累埋咧商品價格咧都一齊跌嘅。嗱，舉個例啊，彭博大宗商品現貨指數咧，係一個反映商品走勢嘅指數，去到2021年8月以嚟低位嘅。啲有色金屬股咧，見到喺圖中真係跌多係全部都跌啦，都冇升添啊。咁有三隻咧，譬如中國宏橋啦、江西銅啦，加埋只洛陽木業咧，跌幅都係超過1%。時間夠啦，再會。各位早晨，我是赖君瑞。继 JPEX 和 Hunex， 证监会再发现两个可疑虚拟资产平台，分别是香港数字研究院和 BitCupt， 认为涉及欺诈行为，又说警方已经要求封锁相关的网站，但是截至昨晚网站仍然是运作着。警方说已经接获证监会转介，据了解暂时未收到有人报案受骗。最新被指涉嫌欺诈的虚拟资产平台包括香港数字研究院，证监会说他在网上的一篇文章声称去年7月向证监会申请牌照，又说前年3月已经就第四类，即是就证券提供意见，和第九类，即是资产管理活动取得牌照，并且宣称正是竞投香港数字货币交易所的牌照，但全部和事实不符。平台都发行一种名为 Hong Kong DAO 的代币，投资者在网站上按立即购买的按钮，就会被引导到另一个交易网站买这款代币。证监会已经要求相关网站营运商停止为他提供代币购买服务。另一个可疑平台 BitCup， 当局说他在网站声称他的行政总裁和主席的名字和港交所行政总裁欧冠星和主席史美伦相同，但两个人实际上和平台无关。这些骗徒很多时候就会冒认一些知名的人士，自称是譬如说投资大师啊，投資達人啦、又或者透過一啲俊男美女咁樣假意成為朋友咁樣嘅情況，咁咧就騙，即係欺騙嗰啲投資者咧，係即係去加入一啲投資教室或者投資群組咁啊嚇，咁就喺個群組入邊咧就推薦一啲嘅投資產品。
咁就包括呢啲虛擬資產。事實上呢啲咁嘅所謂投資產品咧，其實可能就係一個騙局。證監會話呢兩個平台同之前被指涉及詐騙嘅 JPEX 同 Honex 嘅虛擬資產平台無關，已經通知警方，由警方要求電信商封鎖呢兩個網站。證監會仍然調查緊有幾多人受騙同埋涉及嘅金額，而兩個平台分別喺上個月10號同24號已經列入公開嘅可疑名單。又话同警方成立嘅相关工作小组已经确立每星期至少两次交换资料，以加快跟进同执法。无线电视记者翟远报道。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率团同泰国、马来西亚等等“一带一路”国家在港企业代表去到大湾区考察，有代表形容内地高速发展，又透露正系同“一带一路”办公室洽谈喺香港设立办公室，进展顺利。体验新能源汽车公司的刀片电池穿刺测试实验，乘搭云巴，感受无人驾驶技术。这些都是“一带一路”国家在港企业为期两日大湾区考察行程，有来自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15间企业的20个代表参与。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率领，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等随团，期间有4间企业同深圳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绿色发展。由马来西亚创投公司代表话，今次是相隔5年重返内地。Our surprise was how advanced China is in terms of surveillance, for example, facial recognition, payment gateways.他又說正同一帶一路辦公室洽談在香港設立辦公室，進展順利。 The ability for Hong Kong to play that role with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China is extremely important. As an investor, we take a lot of the money in US dollars, I would admit that. And so having freely move that capital in and out, somewhere like Hong Kong maybe is a little bit easier.在深圳和香港都有业务的泰国银行代表认为，来年经济大环境仍然相当不稳定。Next year, I think is still very tough. It's going to be very volatile, especially on it depends on the interest rate. I hope what the market is expecting is the interest rate will coming down.他说目前仍然未可以决定是否会在大湾区城市拓展业务。无线电视记者黎慧仪报道。国家发改委话，今年中国经济战胜困难同挑战，长期向好嘅趋势唔会改变。当局话，经济运行整体回升向好，前三季国内生产总值按年增长超过5%，增速喺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保持领先，对全球经济增长嘅贡献有望达到1/3，占比最大。内地拥有超大规模市场，配套完整嘅产业体系。在需求、供給等多方面具有優勢，認為未來中國經濟發展仍然具備較多有利條件，有信心和能力實現長期穩定發展，並為世界帶來新機遇。國家安全部批評有境外勢力惡意抹黑反間諜法，渲染外商在中國正常的商業活動有可能會被當作是間諜行為。国家安全部发文纠正两个针对反间谍法的谬误。首先是有意见认为反间谍法恶化营商环境，对外企在华投资造成寒蝉效应。国家安全部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亦都是国家维持开放稳定营商环境的基础。今次修订反间谍法，进一步明确合法和非法边界，减少企业违法的不确定，協助企業更好依法依規經營。又舉例今年進博會參展企業數目創新高，意向成交金額達到784億美元，較上屆增長大約5%，顯示外商在華投資的堅定信心，批評有關炒作是顛倒黑白。
外界另一个谬误是反间谍法将商业资料视为国家秘密，正常获取商业资讯行为可能会被当作间谍活动。当局强调，间谍行为是严重违法犯罪，和正常投资、经营等的活动不同。而中国法律已经清晰界定什么是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将两者混为一谈，并将商业活动和间谍行为强行挂钩。当局形容是混淆视听，强调将中国执法部门依法调查间谍违法犯罪扭曲为打击外资企业，是典型的偷换概念。无线电视记者曹家永报道。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会有另一节新闻。